前论，本章经文当中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这句不坏世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也正是诸佛菩萨一切外道的神不同之处。这个不坏世界在大般若经中又称为不坏相，意思是说不坏法相或者是不坏因果相。因为一切世间甚至出世间法都是以因果而成，所以一切众生是有福无福有智无智，都是成仙是因果，也都是自己修来的。因此若以为前世所修今世得福，旁人也夺他不得；如果前世少修今世无福，旁人也爱莫能助。然而有人今世无福而欲求福，菩萨虽心慈悲也不能凭空赐福。如果菩萨平白赐福，除了破坏因果法以外，菩萨还犯了找我相我所相之过咎，已有能赐所示。一三一二，能改变因果故，如此之菩萨便与外道之神没有什么不同。因为外道之神都是以强盛的我见我相而遂行其意志，这个遂就是达到完成啊，达到他的意志，就所谓上帝的意志了。上帝的意志，其爱者则以福庇之啊，啊就庇应他啊，以其恶者则惩处之啊，杀灭之。诸位，你打开圣经就知道，我以前还是圣经班的啊，在台北的时候啊，以前呢啊这个念书啊，圣经有圣经函授班啊，他寄了一些函圣经函授班来。啊，就去画画一台火车，画一台火车，然后哎，他说上帝就是火车头，然后我们就是火车尾啊，叫我们天呐、啊，这个圣经的函授班呐、啊，看看后来再看看一些圣经哦、啊，很多地方啊，上帝发怒了，嗯，上帝常常降灾啊，给他的子民呐、啊，也杀灭之，哇、哦，看了以后心惊胆跳，我看了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从来没看过活菩萨。啊，怎么个惩罚我们的没有看过。欲界之神奇，其爱真犹如凡夫，诸佛菩萨则不如是。以佛菩萨究竟清净，离我相我所相，所以诸有所作，皆以大慈悲智慧之力，顺于真俗恶谛一切因果法相。所以一切众生究竟大力而不能不着我能我所，是故佛，是故为佛得称无所着等正解。因此悉知，菩萨虽以慈悲愿力亦满众生所求，但菩萨的本意还是在于知彼众生既有善根，而亦以此因缘引摄其发心修行。若众生能自修行，则能自至无上福德，一切所求啊，无不皆遂。再者，佛菩萨之所以不坏法相，除了因为不着我相外，还有两层意义。其一为因为慈悲导引众生不昧因果，且依循因果。若能依循因果，就能依循佛陀的正理，依循正理方能依循智慧，而不盲从啊依循任何人以爱憎之意志，或者是依循任何邪知邪见啊。其二，若佛菩萨现神通而坏法相，改变因果，那就不是究竟之行。因此佛菩萨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只是不逞这个能。况且若佛菩萨单方面的以神通力改变因果，或者是啊任何的法相，众人纵使能改变啊部分众生之因缘，也无法改变一切众生的因缘。又即使能改变其一时，也不能改变永久改变，所以不是究竟。所以诸佛菩萨之所为，通常皆是随顺众生之因缘而以适当之加持以及开示之，令得解行悟入，自修自获果报，如此方式究竟。这就是佛法以外道法最大的不同，为佛弟子不可不知啊。最后，关于祈求观音菩萨而生难，那你据圆音老法师说，他也是因父母求观世音菩萨而生的啊。详见圆音法师所著的《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》下册918到919。